老板来一碗卤面，再来一个牛油巴耶太空面包，怎能少了面包绝配的咖啡呢？快来看看我的卤面，色泽够黑，多样配料，喜欢吃卤面的可以看过来。烧肉和卤蛋，等不及了先吃一口。有点烫，面条够入味，醋香而不酸，卤汁浓稠，面条 Q 弹。Nice。烤太空面包，里面铺满了 Kaya， 再加上 Butter， 层次分明，是我的最爱，值得推荐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